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长久以来或刚刚不久才失去自由的人们。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赞扬那些去监与探监的人，他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我们应当照料那些在狱中的人，特别是那些无辜被下狱的人。 Peter， Leider können wir unsere Freunde in den chinesischen Gefängnissen und Umerziehungslagern nicht besuchen. Aber wir müssen ihr Schicksal in die Öffentlichkeit bringen. Wir fragen, wo befindet sich der Videoblogger Fang Bin, der Journalist Li Zewa, der Menschenrechtsanwalt Chen Qiuxi. Und wir erinnern an den Journalisten Chen Yiren. Er wurde im Mai 2020 zu 15 Jahren Haft verurteilt. Und wir erinnern an den Hauskirchenpastor Wang Yi, der im Dezember 2019 zu 9 Jahre Haft verurteilt wurde. 虽然我们不能到中国的监狱或劳改营去探访狱中人，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命运告知世界。我们大声问博主方斌、记者李泽华、人权律师陈秋实在哪里？记者陈杰仁于4月30日因言获罪被判刑15年。我们也想念四川秋雨教会的王怡牧师，他于2019年12月被判刑9年。 Peter， Wir fordern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vielen Menschen, die wegen der Ausübung ihres Glaubens verhaftet und misshandelt werden. Und wir fordern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vielen Menschen, die sich für Demokratie, Freiheit und Menschenrechte einsetzen und deshalb verhaftet wurden. Und wir fordern ein Ende der Inhaftierung von über 1 Million Uiguren in den Umerziehungslagern. 许多人因信仰而被捕入狱，受到酷刑。许多人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遭到逮捕。我们 要求知道他们的下落。我们要求停止将百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Peter， Ich bin Christ. Wir stehen aber gemeinsam, ob Christen, Moslems, Juden, Philosophen, Amnesty International, Uiguren, Tibeter, Taiwaner. Wir stehen gemeinsam ein für ein Freilassen der Gefangenen, für ein demokratisches China, für ein China, das sich an die Menschenrechte hält. Wir alle lassen uns nicht aufspalten. 我是基督徒，跟所有的基督徒、回教徒、犹太人、哲学家、国际大社、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都站在一起。我们要求释放上述囚犯，追求一个民主人权的中国，我们拒绝被分化。 Bitte， Ich möchte 2 Zitate von Liu Xiaobo nennen. Freiheit bildet den Kern universeller Werte. Dort, wo keine Freiheit herrscht, kann von moderner Zivilisation nicht die Rede sein.Und Menschenrechte werden nicht vom Staat verliehen. Es sind Rechte, auf die jeder Mensch mit dem Tag seiner Geburt einen Anspruch hat. Sie zu wahren, ist die oberste Pflicht einer Regierung. 在此我想引述两句刘晓波的话。普世价值的核心是自由，缺乏自由，现代文明无从谈起。人权不是政府所赐，是人与生俱来拥有的，保障它是每个政府最重要的职责。 Bitte， Wir denken und beten für die vielen Menschen, die in Gefängnissen inhaftiert sind, weil sie sich für Freiheit, Demokratie und Menschenrechte eingesetzt haben. Amen。 我们感恩那些因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而入狱的人，并为他们祈祷。阿们。谢谢当克罗兰，谢谢罗兰牧师。我们下一位
主要的这次六次主题的演讲人是王丹先生。大家都知道王丹先生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他六次入狱美国，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的博士学位，近年来任教于台湾和现在现居美国。王丹先生请你发言。天琦和其他朋友的邀请，我很荣幸参加这次会议。三十一年前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过了三十六年，现在回顾过去的历史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过去那场悲剧的最好的一种纪念方式，就是我们继续带着那些死难者的理想，在鲜血铺开的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才是对过去的死难者最好的一个纪念。大家也看到现在的形势变化非常的快，对于中国的转型来说，我们也许要面临着一次真正的历史的机遇，那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变成了一个总加速师啊，通过他的倒行逆施推动了这个中国的状况哈，越来越向文革的方向倒退，引起了其实国内各界的广泛的不满。同时呢，中国借着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实力开始向国际社会扩张，已经触及到了西方民主自由社会的底线。那么现在美国已经觉醒，我想有些人也看到新闻了哈，昨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生那么跟我和恒卿还有苏小康李兰菊啊正式的有一个见面，那么进一步代表美国的这种非常明确的态度。整个国际环境对于一个集权专制国家的政治上的合围正在形成，那么可是真正改变中国的，我想还是要靠我们大家各自的，我们来自我们民运团体或者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的自己的努力，国际社会的协助我认为这是重要的，我们的努力还是最主要的。那么为了能够继承当年六四的死难者的遗志，为了能够推动中国的改变，我在这里呢也向各位哈追求民主自由希望看到中国能够改变的朋友提出四点建议。一个建议呢，就是希望我们来自不同团队嘛，不同方面不同国家不同语种来自不同的一些朋友，希望大家能够精诚团结，不要相互攻击。我长期以来主张我们要有一个广告意识，大家知道广告是什么对不对，广告没有，你没见到一个广告是说别的产品不好的，所有的广告都说自己好。我认为我们民运的不同团队一定可以说自己好，但是不要去说别的团队不好。那么当然如果资源也能够整合，团队也能够整合，是我们最高的目标。但是在这个整合之前，至少我们要保持一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态势。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允许民运团体啊再相互攻击或者再不去进行这种团结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积极的行动起来啊。那么31年过去确实是个很漫长的时间，那么有些朋友可能疲劳了，有些朋友可能累了，这都可以理解。可是我们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可能新的历史时机的到来，在这种时刻我呼吁大家要更加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再鼓一把力气啊，拿出31年的力气来，那么希望呢这一次能够一举完成我们期待了几十年的理想。那么第三点建议呢，就是我希望各个团队不同的朋友啊，我们能够经过一定的沟通平台，大家共同讨论，要拿出一个真正让中国老百姓听得懂的简单有力的接地气的行动纲领和口号来，那么来取代中共多年的所谓的他们的这个治国纲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纲领准备好，中国的形势变化瞬息万变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但是我们的准备现在就要开始做，而这个准备我们就准备一个为中国未来的宪政立一个宪政的纲领，我们未来要发动一个立宪运动，希望呢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制定一个宪政框架下的这个治国的一个基础。那么拿出这样的一个接地气的纲领来，我认为是我们的一个使命。那么第四点呢，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或者说中国的变化啊，那个这个王朝的这种变更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现在连美国都已经知道，对美国都形成影响了。那么当时香港我们也看到哈，那这有香港的朋友在，包括对台湾我们的大使和杨华老师也都在啊。那么对这个
整个的东亚地区的形势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也希望说，那么不管是中国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还是香港的反战中抗争人士啊，还是台湾的民主化的本土力量啊，那么我希望这个不同的力量能够同心协力啊，那么能够相互声援、相互帮助、相互为对方讲话，形成一个东亚的民主的一个共同体，来共同对抗中共的这个扩张。以上呢就是我的这个四个建议，我还是强调这一点，我们要继续往前走。虽然经过30多年，我们慢慢的哈岁月又增长，当年呢我还是这个所有的6次参与者中应该说最年轻的一个，现在我都快51岁了哈。但是我觉得不管岁月怎么样摧折我们的时间啊，那么我们还是要有一颗赤子之心，一颗理想之心。那么我的想法就是说，哪怕我们已经走过半生，希望未来我们仍还能是一个少年，有一颗希望改变中国的心。那么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嗯，非常感谢王丹。我们下一位的嘉宾，演讲者是谢志伟先生。谢志伟先生是台湾驻德国代表处的，我们称他谢大使。那个天琪，还有那个永中，各位朋友，王丹，还有我就不一一打招呼，米欣大家好。那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受邀，听得到吗？对不起，那个谢志伟先生，你要往旁边再挪一下，我们看不到你的，再要挪，再要往你的左边挪动。这样子呢？刚才不停的断。不行，还要哦，对不起，哦，我看到的是另外，我看到是 ，OK， 可以了吗？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吧 ，OK。董忠，你看是可以的吗？我刚刚看到是另外的一个人，这样子可以吗？其他人请、okay. 请说一下，可以吗？现在可以，可以。好，可以，请接着说。好，好有好有了，很好。嗯、是 OK， 好，谢谢。刚刚这个王丹讲这个31年前到现在这一个世代哈、啊，我。也讲说从这个像以我们台湾人来讲所经过的变化，从这个我自己从中国广东人变成台湾基隆人，后来变成晚会主持人，后来变成这一个政府的发言人，今天早上醒来啊，一照镜子变成岁月不饶人。那31年是一个蛮漫长的时间，我们从当时的年轻少壮到今天进入中年了。那刚王丹讲我们等了这么多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在这一个病毒的疫情演变当中，是不是我面临一个有机会把中国共产党，我在想把中国共产党给这一个翻下来的一种可能性哈、啊、那我是认为这个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这个纪念啊，它本身是一个记录暴政史实，但是我们要念念不忘反共的一个纪念，也是一个牢牢记着平反念念不忘反共的一个纪念。我个人是认为，假如今天整个中国的海外的民运人士，刚刚王丹在发言的时候一再有在强调，是不是我们整个反共的力量啊，能够互相支持，那么互相托撑，然后集合最大的力量。我个人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来我清楚地意识到，台湾人对于过去比较着重在自己本身如何摆脱戒严的阴影，如何让台湾人追求自由民主，然后再到这一个捍卫自由民主，那么捍卫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甚至于这个国家主权人格等等，台湾人在这条路上啊，同时也在跟中国的民运人士，也在跟这一个吐蕃或者是这个西藏的那个的这个朋友们，这些年来跟这个维吾尔族的人，还有最近这几个月，甚至是这几天，我们跟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对抗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魔掌的朋友们，
有一个非常民主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连线。那我觉得在心理上面啊，我在各个地方有机会，在德国，在台湾，的演讲中，我一再的提到，所有被中国共产党所威胁或者迫害的，我刚刚讲的这几位朋友，香港的、民运的、这个西藏的、维吾尔族的，还有我们台湾的，我在这今天六四的前夕，我要特别再提这个名字，就是台湾的李明哲，在中国已经关了好几年了。那我们所有的命运有一个共同牵引的一条线，这条线就是，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的一天，不管是在中国里面，或者在大陆里面，或者外面的，在海外的，在香港的，在台湾的，我们不可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因为我们心里面惦记着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如何免于恐惧。那我们目前不管是在海外或者在台湾，我们目前似乎是获得暂时的这个自由，但是光看看我们今天要办这样的一个这个六四三十一周年的纪念论坛的一个发言，我们中间有多少的这一个困难，其中尤其刚刚我在想，很有可能这个中国共产党做的手脚害我们必须再重新再做一些连接。那我在德国，我在这边，在德国我也常常跟德国朋友们讲，自由世界几个重要的支柱，从我台湾来看的话，那么美国是一块，欧盟是一块，那么日本、澳洲、纽西兰这边是一块。那以欧盟来讲，德国是龙头，法国是龙头，刚刚退出这个欧盟的英国也是龙头。这几个重要的国家，他们在面对中国的这一个威胁的时候，在中国，在中国对这个自己的国人，或者是对其他的，重新弄了，听得到吗？那个永忠，听得到 ，OK， 好 ，OK， 好，那个我都认为，欧洲人应该是要跟我们大家一起结合，也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利益，为了欧洲人自己本身他们的利益，以在中南海的这一个状况，以在南海的状况来看的话，为什么法国跟英国他们在这一个这个远在欧洲，他们还能够在当地他们派军舰进入南海，这个是意味着他们了解到中国的势力如果能够从北京升到西藏，升到新疆，升到香港，然后剑指这个台湾，然后再把他们的这个势力范围扩张到南海的话，那么有四分之一全球的贸易所入境的那条路线，那条南海的路线，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印太战略的位置，如果被中国给占的话，那么所有的重要的这个出口国家，德国是一个，法国一个，是英国是一个，他们绝对不会好受。所以光求这一个经济利益来看的话，德国、法国、英国这几个重要的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团结力量，跟这个中国所有的民意人士，跟我们的这一些反共的团体结合在一起。那么以我在德国的观察，目前呢，看起来一般来讲媒体的反省非常的清楚，中国的所作所为在德国的媒体上面基本上是受到了极大的攻击跟抨击。在政界里面呢，就要看政党，我这边就因为我身份的关系，我不好做其他各种不好做批评，我只能讲就是说，从局面上来看，政坛里面的觉醒力量也慢慢的在开始，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中国的那个忍耐，能够忍耐的那个限度啊，正在慢慢缩小当中。那么就这一点来看，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德国在欧洲形象不好，我常常必须帮他讲话。为什么？我怎么讲呢？我就说欧洲跟美国有一定程度的
心理的纠结啊。那我们光不看这一点，因为他们常认为啊，在我面前就提到，那台湾是不是有一天，还会像1979年一样被这个美国出卖，跟台湾断交，然后跟这个北京建交？那我跟他们讲，就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的情况啊，这个历史不断重演是没错，可是历史重演从来没有100%一样的重演。今天的这个趋势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吃的正嘴铁的心。他也在两年前，他的副总统Mike Pence 他也讲了，我们跟中国，就美国跟中国的现在的贸易不是贸易冲突，不是真正的冲突的核心，真正冲突的核心是两个价值系统的竞争，甚至于是恶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欧洲德国这一边真正开始感受到中国威胁的这一个的人，媒体、企业界还有这一个政界里面，这个力量相较起来，虽然我不能讲它是主流，但是它的方向是往主流的方向走。习近平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如果他没有办法刹车，我看他们是刹不住车，因为他们没有两种声音，他只有一种声音。有声音的就像李明亮，最后就是送白白送了命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我呼吁王丹刚刚所讲的，所有被中国所威胁迫害的这个，不管是族群也好，或者是团体也好，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团结力量大，集思广益起来。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我一再公开，我是公开的呼吁，中国共产党常常把这个台独、藏独啊，现在都多了一个那个围堵，还把那个香港港独都放进去。所有这一些被中国点名威胁的这一个，不管是人、族群、社团、国家也好，我们不但应该团结在一起，而且我们应该公开的团结在一起，而且我们应该是向整个我们所在地的社会里面传达我们的声音。应该恐惧害怕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我们。我们是被威胁的，被威胁的人有足够的权利站出来，站在一起，然后呼吁团结。我是认为祸福相依啊，中国共产党他们到现在已经是强弩没有错，可是往这一个强弩之末这个角度来直走。所以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我在这边可以这么讲，我完完全全的代表台湾人捍卫自由民主的意志，我完完全全代表台湾人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对于香港、藏族、图伯、维吾尔族、中国民运人士，大家所有的把中国共产党打回去，或者是把中国共产党让他们能够认识民主自由的力量，台湾在这里不会缺席。我先讲到这边，谢谢。非常感谢谢志伟大使啊，说的这个，我想你说的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起，不管自己本身有多少缺点，也不管对方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些受到压迫的个人、民族和团体，我们都应该团结在一起。那么非常感谢你，下一位，我不知道胡平先回你。然后又弄了好几次，真是可能有人捣毁了，就这样的。我想是有人在干扰，那么我们就往下面走。下面一位发言的是 Makino Sensei 啊，是日本的牧野胜修先生啊。我不知道静中牧野先生刚刚在场呢，他现在还在吗？我没看到他。牧野先生这个现在是已经是晚上了，他在静冈来不了。这个我们在场的还有一个北井先生也在旁边听着，哎，我们两位，好的。那个牧野胜修先生他是、是日本前经济产业副大臣，以前是这个前众议院的议员，那么他曾经在日本的议会里面成立了声援就是声援救援刘晓波小组，多年来一直支持海外的民运。那么他的发言由王敬忠先生用中文代为发言，也许敬忠如果你的发言不是太长，
北井先生如果愿意说几句话也是可以的，好吗？请。请吧。好。我就这个念一下这个牧野先生的这个文字稿啊。尊敬的主持人廖天渠女士、李恒清先生、谢大使、王丹、胡平等世界各位友人，晚上好。在新疫情危险的时期，我祝愿各位家人平安、健康。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全球各地无法在四号像过去一样举行纪念六四活动，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去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前，我们日本人权财团邀请89学生领袖王丹、胡平来日本国会发表首次演讲，还在明治大学与民间学者、官方人士进行了2天的交流，还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了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演讲，日本各主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对此，我们的政府发言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去年6月3号的记者会上就六四天安门事件发表了官房长官的谈话。菅义伟表示，自由、民主主义、尊重基本的人权、依法治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这些普遍的价值在中国也得到保障，是极其重要的。日本政府高度注视中国人权状况。八九学生运动领袖王丹提出八九精神，是必须将人权及民主精神放在中国首要的目的。王丹还指出，八九精神就是自由、民主、尊重基本人权，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的价值，这些普遍价值在中国是首要争取的目标。我们日本人权财团支持王丹提出的八九精神。另外，中国全国人大会议5月28号决定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对此我们日本人权财团5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我们日本人权财团长期以来还关注及支持西藏维吾尔人民的人权，永不放弃结束暴政，改变中国，我们再次表示支持，让我们大家共同为了维护人权、争取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努力。牧野圣修，
结束了，主持人。哦，好的，非常感谢你这个带这个牧野先生说话。我不知道北井先生是不是要讲几句话呢？还是你在这儿叫他一下，期待一声。期待一声，那你个下辈么死？如果是期待一声，他都爱上是什么意思？日本語で大丈夫？Okay, sorry, I will speak in Japanese. Sorry, I'm on the way going home. All right, then, I just want to give you a chance. Yeah, okay. 今ちょっと電車の中ですので長い間喋れませんが、皆さんにご挨拶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OK。じゃあ、他说他在坐电车。所以呢，不能说太多的话。この30年間、日本でも中国の民主化と人権のために活動してまいりました。今香港が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ただこの香港の事態で日本たちが中国の問題に関心を持ち始め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これからも日本の皆さんに呼びかけて、皆さんと一緒に活動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以上。好。他说、这个、从30年前就参加了支持中国的民主化的运动。但是现在呢、香港这个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继续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一起去争取人权，就到此为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期待一下。Thank you very much， 北井先生。好的，那么下一位那个发言人，我就想请这个香港的曾森港先生，他是香港的媒体人，积极参与并且支持民主派，那么他也是香港前线的召集人。曾森港先生 Thomas Yan， 请你发言。好，谢谢主持人。听到吗？听到。听到就好。好。31年前的六四惨剧，这对我们香港人来讲是一个，还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我想很多人以前都不大了解为什么意义那么重大。对不起啊，那个 Thomas， 你的 Tom， 你的脸孔是好像只有一半，你可不可以坐得正一点？那个镜头可不可以调一下？可以。可以吗？你看到了没有？看得到，但是我觉得你只有一半，你的脸只有一半。另外一个，我自己看的时候是全面的。好的，好的。你看到是什么样子？没有，是对的。好，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是吧？好，是，谢谢。31年前发生的就是，对香港人来讲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哪个信？这个事情啊，声音小点，声音小点。他现在有要写东西吗？对，有。其他人可以把麦克关掉吧？谢大使，把麦克关掉。谢谢。我首先呢，作为一个香港人，感谢以上的这个讲者，他们对香港人的关注，对我们的支持，这一点我们很感动。在我旁边也有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参与的。这个六四事件对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意义重大呢？因为1989年的六四，八年之后，从那个时候，八年之后就是香港回归，香港就要回到自己的传统，回到我们的所谓母亲的土地，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是很关注。可是六四事件让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是一个独裁政权，不是。动用军队来对付这个手无寸铁的人民和学生，这个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这所以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每年都坚持来纪念这个六四，因为我们要永远的记起这个事情，让我们不能忘记。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说，我们不想提起，可是我们不敢忘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由于有这个六四事件，让香港人从此知道我们要追求自由民主这个重要性，所以可以说六四是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启蒙。当然1997年香港就回归到中国，从97年到现在，我们经历了这个事情，恐怕很多人也有所闻，可是你们绝对不可能像我们这么深刻，因为在这20几年来，中共在香港的统治，第一是一步一步的来压缩香港人的自由，压缩我们的新闻自由，破坏我们的法治，还有透过他的扭曲的这个政治制度来妄图来全面控制香港，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基本法里面规定，本来我们到现在应该有双普选的，就是一人一票选举我们的立法会议员，一人一票选举我们的特首。可是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突然间改变了整个规矩，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我们的忍受已经够了。可是在过去2-3年，我们还看到一些更恐怖的事情，就是铜锣湾书店的事情，他们竟然可以越境来拘捕香港人，这个在香港的目前的法律来讲是违法的，是非法的。可是我们的特区政府已经是一个傀儡政权，是依据什么不敢吭，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失望透顶。去年还有为了这个所谓堵塞这个漏洞，竟然要通过一条叫做逃犯条例，他妄想讲如果通过这个条例的话，很简单，他以后要逮捕谁，他就可以按一个罪名通知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就要将这个人逮捕，然后送到中国去接受中国法庭的审判，这个是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破坏一国两制。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对我们香港人来讲，我们面对只有两个选择，我们一就是认命，第二就是抗命。我想这个选择在过去一年，你不是就传出去了，从六月到现在大家都看到我们的选择，对，我们绝不能够认命，所以就有过去一年的所谓雨伞运动。在香港目前的情况，我当然一方面对我们的年轻人他们的重大的牺牲我感到痛心，感到痛苦，可是我觉得没有牺牲也没有也一定什么都得不到的。在过去一年，我们有几个年轻人因为他们受不了了，他们自杀，是真的自杀，他们留下这个遗书说他们走不下去了。希望我们替他们走下去，可是更多的我们有2000多人警人是说是自杀，其实是不是自杀谁都不知道，可是政府就说就列为这个所谓尸体发现案，而且定性为无可疑。可是怎么无可疑呢？很多人就浮尸在海上，有很多人就从高处坠下来，可是坠下来的尸体竟然没有鲜血的，你想一想，这些年轻人
究竟是自杀还是已经被杀了之后才认出来的。所以在过去一年我们要忍受的是不足为外人道耳。目前对于中国政府为了我们的反抗竟然又破坏这个基本法，要制造一个所谓港版的国安法，由人大来制造一个法律安在香港，所谓放在这个基本法这个附件三里面。那个附件三就说本来那个说是全国的法律要就可以放在附件三，可是你港版的国安法怎么可以放在附件三呢？你这个国安法在大陆实行呢？我当然我们都明白在大陆实行的国安法可能更严厉，说不定因为现在的港版的国安法还没有这个详细情形，还到六月底才出来。可是我们不能等待，不能接受，因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说明有关这个国安法国家安全法应该由香港的立法机关去行立法，这个写得清清楚楚的。现在你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不顾了。所以大家我海外的这个民意的朋友跟我们其实我们是同一命运，不管我们香港人还是中国人还是我们是同胞还是我们的华裔的朋友 还是维吾尔的朋友还是西藏的朋友蒙古的朋友，天下所有被压迫的人都是自己人。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实，一个庞大的国家要靠我们就是海外的人香港的人维吾尔还有蒙古还有西藏，我们不一定能够成功来推翻它。我有些时候我有一点这个绝望，有些时候我就期待中国里面有一些开明的人，有一些明道理的人，好像海外的朋友海外的民意朋友一样，都知道世界目前文明的方向。可是在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向文明倒退，是反文明。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看到台湾的态度，看到英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态度，我们是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呢？我现在就想通了，一切危害遗害人间的这个制度跟政党都应该被消灭，都是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希望大家明白我们也支持我们，正如我们过去三十一年来对于六四我们不敢忘记一样，这个我们都是一岛的，我们都是手足。所以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曾港先生说的这个，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就是前面几位发言也都说了，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绝对不会忘记香港当年三十一年前是怎么样声援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主运动的，怎么样救援那么多逃离魔掌的异议人士，包括王丹先生，包括郑毅先生，包括许许多多其他的人。我们绝对在纪念六四的时候一定会要想到香港，何况香港每一年都为六四举行烛光晚会，刚刚已经提到了，还有最就是从去年开始的这个反送中反这个反修例这些庞大的运动，让全世界
非常非常的敬佩香港人的勇气和坚持，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众运动坚持了半年六个月七个月，如果不是武汉疫情爆发的话还会继续走下去。现在又有一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反对它，而且要捍卫香港这一块跟台湾一样是事实上是一个民主的地方。当然不像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灯塔，因为香港不管怎么样也就已经回归了中国，但是香港还是应该保持它的自由和民主和司法的独立。谢谢那个曾生港先生。我们下一位的发言人是啊多利坤艾沙先生，他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但是多利坤艾沙先生他今天自己不能来，他的发言是英文的，那么由这个世维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先生代为代读他的发言。好，迪里夏提先生请。哎，你好，能听见吗？能听见。OK。很好。稍等一秒钟，不好意思，很好，你的这个画面很好的，是吗？声音也很清楚，自己看不到自己，非常好，没有问题，是吗 ？OK。好，你说。你现在把麦克风关了，请你啊，现在好了。我等一下，我得把它缩小一下。哎，你把陈伟先拉进来了吗？好的，请你发言吧，一切都很好。我知道，稍一秒钟，因为他那个软件，我看看。我刚刚给他，你再给他一个连接。OK 了，那可以清楚是吧？这次这个能听到吗？可以的，可以听到。OK，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么一个活动。大会主席呢，多利坤艾沙先生呢，也有其他的这个 conference， 所以说呢，没办法参加。但是呢，他特意发了一份，祝贺这个会议呢能圆满的召开，有一个好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他写了一份呢，这一份呢，发给这是英文的，而且这个呢比较长，而且每个发言的人的这个时间呢有限呢，所以说呢，我个人建议呢，能把我们大会主席多利坤的这个英文发来的这个稿件呢转发给每一个参加会议的，这样的话呢也就省了不少的时间。我呢想在这儿呢占用一点时间呢，代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这个六四这个31周年的这个网络这个纪念活动呢，我谈谈我的看法。我想呢，给这一次这个会议呢，我们应该有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名称。我考虑了一下，应该呢，应该给他起一个非常完美的，我认为是完美的，就是说是拒绝忘记，共同抵抗中国集权这个为中心。因为十多年前呢，在每次的跟民运家这些会议的时候呢，我都特别的强调，拥有这么一个互动的平台，对于抵抗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因素。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一直至今为止呢，并没有建立更加有效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刚才学运的领袖王丹先生也好，中华民国驻德国的大使也好，都提到了这个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说是团结。那么首先呢，我想说呢，六四31周年，那么六四遭到中国军事镇压的31周年前呢，维吾尔人呢同样在东突厥斯坦呢也是上街抗议游行，声援了百姓的这个水运。那么维吾尔人呢遭到不同的这种压制
一些迫害呢，始终呢，我们也期待着，能获得这些声援，但是恰恰相反，始终呢，维吾尔人的遭遇遭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非常遗憾，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精英们呢，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引起这个更加强有力的公民来声援我们，虽然说有，但并不是整体。而维吾尔人呢，尤其是这个中国现在的在当地所推行的这些极端政策呢，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他都会移植到中国，那从中国大陆再移植。那中国政府的这个系统性的权力可怕的这种滥用呢，在当地建立在教集中营，当今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最可悲的一个种族迫害的这么一个案例，还有一个现状。那么面对这个现状呢，我也期待着所有的有良知的呢，推动中国民主化而付出的这些人呢，人士呢，都能参与制止中国政府的这个在当地所推行这种极端政策的这个政治活动当中来，伸出你们的这个正义的身影。那么首先，天安门的这个遭到这个屠杀的，应该定性呢，我一直把它定性为是军事镇压。那么相反，这种军事镇压呢，中国政府一直在继续在沿用着，而且这种沿用呢，包括这个2008年的拉萨起义遭到军事镇压，2009年的7月5号维吾尔人的抗争遭到军事镇压。那么中国政府呢，始终呢，它都是在利用这个军事镇压来镇压这个不同的这个抗争。所以说，这种专制不能期待它能有什么转变性的可能性。所以说呢，唯一的出路就是呢，更改这个现行的政权，推翻这个政权，建立一个中国自己民主化的这么一个政府。如果有一个民主化的这么一个政府，那么六四的诉求呢，受到也应该会得到回应。而那些受到专制、受到中国系统迫害的不同于中国民族的其他民族，都能拥有一个自己决定自己政治归宿的这么一个和平的行使民族自决权的这么一个和平方式。因此呢，我呢想再一次的呢，通过这次会议，呼吁所有的这些对中国变化热，不要指望它会改变，它一直会延续强硬的这种压制来维持自身的这个政权。那么现在维吾尔的地区所推行的这些极端性的这些系统性的迫害移植到了中国大陆，那么又逐渐的再往香港移植。那么中国的这种不受外部压力的任意的这种对于维吾尔人的迫害，那么没有强有力的压力限制的话，和那就会受害的也是中国人，因为他有了这个成功的经验，将经验呢再移植到中国大陆。那么作为受害者呢，维吾尔人呢，我们期待着国际社会呢能采取呢一种强有力的这种制裁，只有制裁才能呢使中国政府呢迫于压力有所连结。那么这种制裁我们期待着并不是我们维吾尔人单独的在国际上面游说来呼吁，我们期待着所有像中国的民运联合、巴黎和 Tibet、Hong Kong 还有台湾联合性的采取统一的协调性的在国际上游说，呼吁国际社会呢，一对中国呢采取强有力的这个制裁，第二呢要求中国政府呢公布八九军事镇压的真相和这个他的这个，同时公布2008年拉萨起义包括军事镇压，包括75维吾尔的抗争军事镇压的所有的真相。因此呢，建立一个这个互动的平台，国际社会上呢，一起
来呼吁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施加更强有力的这种不是压力而是直接性的制裁。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的格局已经改变了，世界已经以民主国家都在认识中共的这个真实的本质。由于这个疫情进一步的也让人们更加意识到了中国的这种本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我们能利用的更加宽阔的这个环境，那么我们必须要把握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机遇，从欧美开始到亚洲，呼吁不同的国家向中国呢施加压力，制裁中国，迫使中国政府提供所有遭到军事镇压的这些真相，透明的信息，同时呢来阻止中国政府继续对外政治性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扩张，同时呢保障所有人能拥有民主自由表达自己这个只有这个思想的这么一个权利，同时呢尊重不同的能拥有自己利用这个不同的民族呢能拥有尊严的生活的这么一个决定自己的政治归宿的这个权利。另外呢，我想呢，通过这个会议呢，我想呢，给中国的民运的朋友们呢，提一个建议。因为八九三十一年，前我们支持了，三十一年后至今还在支持。但是呢，现在非常令人遗憾，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被打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那么这些人呢，好像他又拥有一种中国政府自由，比如说很可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疫情在世界蔓延，那么你提出质疑的时候，很多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第一个敏感的反应就是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呢，一提到维吾尔人还有台湾问题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特别激动。那他们也是有这个言论自由，而这种言论自由是在中共绑架下的言论自由。因此呢，我期待着所有的民营朋友们能通过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唤起呢中国民众对言论自由的拥有和对于民主的这个正确的这种理解，这是个非常必要的。因为改变需要外部，更需要内部的转变。OK， 谢谢大家。好，谢谢丁李夏吉先生所说的。您提到的这几件事情，这个2008年的这个事情，还有这个75的这个土的血案，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感到特别痛心的是，现在在21世纪，中共政权居然在新疆，就在你们所说的这个东土耳其斯坦，设立了这么庞大的一个，我们称它为集中营，他们说是教育营。教育什么样？教育他们中共那一套的东西。这是中国人也拒绝，所有其他族裔人都拒绝的一个事情。这么反人道、反人权、反人性的事情，是全世界都站起来反对的。请你放心，我们非常知道中国大陆中共政权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政策是极为错误的，压制少数民族，这是绝绝对对我们要反对的。下面一位发言人是王军涛先生，可是我觉得他没有上来，对不对？没有联系上吗？那么我们会继续尝试着，因为胡平先生他还是上不来，我们尝试了很久他还是上不来。下面我就想请这个全能神教的德国负责人，是原来是萧恒先生，不过他是在处理这个技术问题，就由这个白兰兰小姐来带他发言好吗？好，白小姐请。好的，能听见吗？可以。我是全能神教会的一名基督徒代表，
首先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们参加导师会议，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和这么多为反抗暴政进行民主而奔走呼吁的仁人志士集聚在一起，在六四31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表达我们对中共集权暴政的强烈谴责与控诉。31年前，中共政党歪曲事实，把为民主请愿的大学生定为暴徒，在天安门广场前用机枪坦克暴力屠杀。从那以后，很多中国的仁人志士以及西方社会一直希望中共能够为六四受难者平反，放弃独裁统治，逐步向民主制度改革。但是中共罔顾民意，丝毫不知悔改，一步步靠着谎言和暴力将他的集权专制推行到了顶峰。而集权统治对中国以及世界的危害，直到武汉肺炎在全球爆发才逐步被看清。中共以造谣为由，惩戒率先披露疫情的吹哨人，拘捕多名报道武汉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驱逐外媒记者，销毁相关病毒样本，隐瞒疫情欺骗世界，甚至还借大外宣企图充当世界抗疫领导人的角色。这样一个为维护其集权统治无所不用其极的政党，终于在疫情面前露出了其原本邪恶凶残的真面目。但是中共无数的谎言和欺骗使中国在世界上日渐孤立，国际社会的反华情绪也日渐高涨。然而中共在面临经济濒临崩溃、国际联名声讨等内忧外患的时候，仍然没有丝毫悔改。他又一次将维护独裁统治放在了第一位。一方面，在香港强制推行港版国安法，进一步镇压香港民主运动，抹杀香港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另一方面，在国内继续打压民主异议人士，现在被失踪、被精神病这些案例屡见不鲜。另外，中共继续加强迫害各宗教团体，强推宗教信仰中国化，比如捣毁寺庙道观，破坏纯正的佛教、伊斯兰教文化，拆毁教堂十字架，暴力取缔基督教家庭教会，篡改圣经，强迫基督徒学习习思想，挂习画像、升国旗、唱红歌等等一系列荒唐的行径。尤其全能神教会一直是中共无神论政党栽赃抹黑、抓捕迫害的主要对象。据粗略统计，自全能神教会建立以来，已有上百万人次被抓捕、酷刑或监禁，五六十万基督徒被迫四处逃亡，有家难归，至少166人被以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致死。就算是今年1月到4月疫情大爆发期间，中共也没有放松迫害基督徒，至少581名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只因为信神被中共抓捕。据中共内部消息透露，中共要在2020年彻底取缔全能神教会。我们难以想象未来还要有多少基督徒在中共的监狱中面临残酷的洗脑与折磨，更难以想象还要有多少向往民主与自由的民众成为中共集权统治的牺牲品。但是正像大家说的，事实证明啊，中共这个疯狂的掌神与真敌对的邪恶政权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任何事，也不会承认自己犯下的任何罪行，更不可能自行谢罪退出历史舞台。可想而知，在后疫情时代，中共肯定会进一步疯狂维护其独裁统治，继续完成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欲望。而这种践踏普世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独裁集权统治，只能给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
继续带来屠杀、迫害和灾难。所以在此，我们也是想呼吁所有被压迫的、恨恶邪恶、向往正义的人士都能够站立起来，不做强权统治的奴隶，联合起来继续为民主自由而奋斗。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祈求神能够兴起更多的国家来制裁中共，盼望神早日毁灭这个吞吃人类、屠杀人类的邪党。我们就说这么多吧。好，谢谢。白兰兰女士，你说的非常的好，宗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个是写在中国的宪法上，也是在全世界的人权公约里面都有保障的。那我们看到中共政权一再的践踏这个宗教信仰人士的这种自由和人身自由。